大家好，我是姐姐，我现在来到了叶洞。叶洞是一个天然的棕榈条洞穴，也是港口部落原住民眼中的一块禁地。洞内神秘幽暗，岩壁上面除了有钟乳石以外，还可以看到倒挂的成千上万的蝙蝠哦。最夸张的是里面还有超大只的千年鳗，差不多有10公斤左右的，看今天有没有机会看得到哦。好吧，今天就带大家参观这个月洞吧。看吧，晒这么多，透过救生衣看到的是大海。看吧，我现在要去坐船哦，在山洞里面坐船哦，不是湖泊，也不是海边，是在山洞哦。好了，你们就跟着我的镜头走吧，我看看这个非常独特的山洞啊，这个山洞算比较独特了。好了，一探究竟吧，眼见为实，耳听为虚。然后售票处在这里，看吧。这里的话，然后全票的话，一人是成人是100块，自贡是免费，团体票是80。但是如果你有20个人的话，那就可以啊。啊，上面有一些照片，这边有一些流程表。啊，我现在马上进洞了，一定要穿救生衣啊。啊，排队。是刚刚回来的，好少的人呐、啊，才三个。看吧，这个洞口非常的小，然后只能容纳一艘小船。我现在已经登上船了，现在马上马。好。前面的帮我打灯哈，帮我照明。有没有帮来？前面。哎，什么？照明灯。对对对，这条看看左上角的地方哈，这是说这个熬这个是中午时哈，对不对？这些中午时哈都是火的哈。你看一下对古城那个地方哈，有水滴的话，这些都是火的嘛，好的吗？那然后你看前面哈，左下角这个地方哈，妈，你好嘛哈，啊，你光光下，啊，你看一光上面那个打灯，你看看右上角这边呢，上角这边哈，这是一尊土地庄哈，这上面这个，这些都是天然的哈，不是人为所雕哦。我们这个石壁上哈，几乎都是钟乳石哈，而这些钟乳石哈，大概有20年的时间哈，才长到1公分的话，会是更久更慢。因为这种是最自然的哈，没有修饰过，没有人过的话，实实在在的呈现给你们哈。我们这边特别多的蝙蝠哈，冬眠是因为它们准备要冬眠了哈，因为它们，我们在陆陆续续哈，越来越多的蝙蝠哈。因为他们适合这边的环境哈、气候哈、这个是我们台湾特有的蝙蝠哈、这个叫台湾夜鼻蝠哈、这里面就只有包括两种哦，有两种蝙蝠，全是蝙蝠啊，一片一片的，一整片。哦、天哪，密密麻麻的。这些蝙蝠哈、都是吃昆虫啊，像是吃蚊子、苍蝇、小蜘蛛哈。全是倒挂，奇怪了，蝙蝠都是倒挂。我们再看右边这边，哦，这一尊是我们叶洞最大的钟乳石啊，大概有上万年、上个历史了，非常悠久啊。上万年了。哦，到尽头了。裂缝啊，这裂缝里面还有洞中洞啊。里面有个很大的空间哈，就像这个空间一样哈。里面钟乳石非常漂亮哈，而且里面钟乳石还没破坏过哈。你们想探究里面的话，那里面的话要潜水了哈。它就像竹笋一样哈，圆圆大大、长长白白的哈，然后在上面的哈。好多蝙蝠，天哪！几千只都有了。全部倒挂，有些还在动啊。我们这边主要水源哈，是地下泉水哈。这个是淡水。哇。这个是活水哈，不太流通的叫活水哈。全是蝙蝠啊，头顶啊全是蝙蝠。
集中在里面了。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哈，是这个水域最深的地方哈。嗯。是因为地形是凹陷的哈，这边的深度达到2层楼哈。哇，这个水深达到2层楼啊，这么深啊！啊，这边湖南还有特别的多哈，龙王，是龙王，龙王哎，我们这边有30大龙啊，比这个船比远非常强。33道龙脉哈，从石壁哈，它朝上去哈，是蝙蝠。我们这个鲁脉是蝙蝠为生的哈。我们看上方哈，这里都是15石哈，你们看到这边一个洞，洞这个。这个是燕窝哈，燕子的窝。燕窝。非常多的燕子哈，是因为被打扰了哈，再飞不来了。哦。这些道哈，现在它们千嘴万万啄哈，合成一个道哈，差不多的哈。看到了燕窝。有。我先介绍这个洞穴哈，这个洞穴大概还有25公尺的深度哈。我们的水源哈，就从这个穴里面的地方哈，就像泉水涌上来的哈，源头在这边，而且这边居住的是3种的蝙蝠哈，这边有总共有3种哦。你看这个小小的很小只哈，这边就包括3种蝙蝠哈。到达冬天的时候哈，冬眠的时候，我这边会群居6种的蝙蝠哈。这边冬眠蝙蝠哈会达到上万只，非常的多哈。因为我们这边是台湾哈，这边温度哈大概是23度到27度左右哈，整年都是这个温度哈。它不会受到外面天气的影响哈，有所改变哈。我们这边是冬暖夏凉哈。3种蝙蝠啊，一共啊，飞鸟、飞鱼、飞鱼的造型啊。好了，我刚刚坐船从月洞出来了，现在坐在这个海边呢、啊，这个阳台这里啊，很舒服啊，吹一下风呢、啊。其实哈，我觉得大多数的朋友哈，如果经过这边了，可以来体验一下了。它那个洞不深，跟我在重庆坐的，就是也是重庆的。重庆都市旁边有一个那叫什么洞啊，我突然就想不起来了，那个钟乳石那个洞很深很大。好了，有机会我去拍给大家看了，这个也算可以了，算一个小的景点了，但是至少说它面对的是大海啊，也是非常不错，离那个北回归线没有很远了，看吧。好吧，如果喜欢的朋友可以在这边撒一脚，车子停下来停顿一下，休息一下，吹吹海风哦。好了，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哦，朋友们，拜拜。